同学你好，欢迎来到收益管理课程。我是中山大学旅游学院的老师曾国军。本节课主要向你介绍一下收益管理的行业需求和教学发展的现状。目前，越来越多的行业开始重视并使用收益管理技术，收益管理人才需求延伸到了 OTA、温泉度假村、民宿客栈等多个领域。行业内的携程、美团、同城、途家网等企业都成立了收益管理的数据分析部门，但与此同时，现有的许多收益经理都没有接受过系统化的理论和实践教学，无法熟练运用收益管理的理念和方法解决复杂问题，在酒店、航空公司等行业中十分缺乏收益管理人才。随着行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建立在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基础之上的产品定位、定价和精准营销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大量国际酒店品牌进入中国市场，他们品牌更加成熟，可以认为国内本土酒店所面临的竞争压力逐渐加大，而收益管理正是一种在资源约束下提高企业收益的有效管理策略和工具。一些有谋略的中国酒店开始建立从战略到组织层面的收益管理体系，收益管理的运用逐渐进入常态化。而收益管理的使用除了在范围上不断扩大之外，还变得更加精细化了。由于酒店业的分销渠道不断增多，酒店管理的工作量和难度也逐渐加大，获取顾客的成本日益提高。此外，大量投资以民宿、客栈、旅游综合体和租赁公寓等形式进入了住宿市场，酒店业的竞争更加激烈。要想提高出租率、平均房价和实际收益，这就要求酒店进行更加精细化的收益管理。与日益扩大的收益管理需求相矛盾的是，收益管理的人才培养模式却显得有些滞后。收益管理经理是兼具复合型和实践型的管理人才，要想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收益管理经理，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精力以及金钱上的成本。但国内大部分院校才刚刚引入收益管理课程，对于收益管理的认识仍处于起步阶段。换句话说，就是现有的收益管理课程更加偏向理论教学，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难以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导致收益管理的教学与客观需求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具体到国内高校，现阶段我国的高等教育与收益管理的人才的需求难以匹配。我国有多达600所高校开设酒店管理专业，培养出了许多具有专业素质和能力的职业人员。但对于收益管理这样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知识领域来说，它的知识结构庞大，内容复杂，还有许多高职院校缺乏收益管理师资。目前，我国只有为数不多的大学开设了收益管理课程，例如中山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二外等等。收益管理的课程面临着以下四个严峻的挑战。第一，收益管理的教学定位模糊，课程结构 也有所失衡。第二，收益管理的课程缺乏实操和互动，多数仍然停留在理论层面。第三，由于办学体制投入不足，收益管理相关的教学资源往往难以获取。第四，许多讲授收益管理课程的老师缺乏实际的收益管理经验，也缺乏行业的支持。前面我们所提到的收益管理常态化运营和精细化要求，以及当前收益管理课程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为我们已经开设收益管理课程的院校提出了新的要求。收益管理人才的需求与供给脱节，将会是我国旅游业未来十年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掌握收益管理知识和技能将成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在未来职业发展中的一项重要优势。总的来说，我国收益管理课程的改革十分必要。针对前面所提到的各种问题，我们认为收益管理课程的重点应该放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还没有开设收益管理课程的院校要积极开设相关课程，加快建设高素质的收益管理人才队伍。第二，针对实践不足的特点，收益管理课程教学要增加应用型知识的输出。我们需要培养学生在收益管理方面的能力，
才能实现教学用三方的多赢。第三，我们作为老师要增强教学能力，通过引进教学版本的收益管理系统等等，来增强学校在收益管理领域的教学、科研和培训能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发建设收益管理系统，我们要重视人才的培养，获取优秀的收益管理人才。收益管理经理的职责经历了从分析师到决策者，从领导者到变革者的转变，这就要求新时代的收益管理人才不仅需要有高水平的分析和决策能力，还要具备丰富的市场经验、较强的决策能力和战略思维，才能推动企业长期目标的实现。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内外收益管理课程开设的情况。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从学科视角上来看，收益管理是归属于旅游管理学科的，是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本科教学的核心组成部分。当然，一些全球领先的商学院，如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也会把收益管理课程当作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课程。从国际上看，2018年 QS 全球酒店管理专业排名前50的高校，有28所高校明确开设了收益管理课程，其中瑞士和美国的酒店管理教育一直在全球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而这两个国家排名前50院校中，绝大部分都开设了收益管理课程。在国外，美国学者编制的《收入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于2005年出版，是第一部全面阐释收益管理背后数学和商业概念的书籍，是收益管理课程的一本经典教材。这本书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数量的收益管理，第二部分是基于价格的收益管理，第三部分是关注收益管理在具体实践中所涉及的要素。下面这张表列出了国内收益管理的相关书籍，我们可以发现自1996年以来，国内关于收益管理的相关书籍陆续出版，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收益管理实际应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交通运输行业、航空业、酒店业、电子商务等行业的现实状况，对现实情况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那么现在收益管理的教学又是怎么样的呢？其中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软件教学逐渐成为主流，收益管理软件是理论和现代技术完美结合的产物，已经成为收益管理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 QS 全球酒店管理专业排名前50的高校中，有8所高校明确提出了收益管理软件的教学规划。与传统教学相比，软件教学有着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但也对收益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墨尔本大学的收益管理软件教学。墨尔本大学根据自身课程的需要、教师水平和教学目标，自行设计并开发了一款收益管理软件。该软件会建立一个仿真的、实时动态的市场竞争环境，具体表现为酒店间的收益决策、行为和结果会相互影响。学生利用该软件模拟完成收益管理的完整流程，包括数据分析、需求预测、定价和优化及参与市场竞争，并根据软件给出市场结果，对收益决策进行调整和优化。这种研发教学的形式有着较好的灵活性，能为学生提供良好的软件和操作体验。同样，模拟教学法也能够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之中，提高学生对收益管理流程和软件操作的熟悉和理解。今天我们一起了解了收益管理的行业需求和在教学上的一些发展，感谢你的参与，我们下次再会。